那么人比我们敬礼的仪式正式开始了哈，我们的主席啊就是陈建树夫妇，他说很感谢你们荣幸厚意的出席他的宴席，由于你们的出席使他的场面无限的光彩，也很感谢各位出处跑出的主席啊都到达来，他说很感谢你们所有的人情厚意哈，在这里他说第二杯第一杯和第二杯都会不会上上来，只要你们的酒杯添满你们的酒，或者喝汽水在代表酒的，也是添得盆满不满哈，给你们一年四季赚大钱了哈。乱酒杯哈，金门满地，酒店酒的就是金门满地，你自己看多钱。一个盆杯，一个地杯，让人气来哈。你讲这感谢乱来一瓶啊，改造卡就老乱哈。要说你们不必站上来，那么在这里我代表我的主席啊。而芳芳家长难以主角哈，在这里祝你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做胜利的生意兴隆，一本万利，如有春风采缘分，生意如水顺而来，达凤的一族步步高升，东城西就，前程更加锦绣。那么雪地石门也是金榜题名，年年好第一哈，有情人也跟着彗星的一样哈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早日成交偶，乐龄人士也是身体安康，国泰民安。如果是不宜的哈，或是重视的也是哈，风调雨顺的哈。那么给你们身材哈，顺手，那么横财正在顺手了哈。来吧，一杯，把酒杯提高高哈，然后酒杯两个管，然后连起来给聊哈，把杯画个短线分布，来吧。
Oh.